汪峰近期参与录制音乐节目歌手，在舞台上深情的演唱，搭配标志性的烟酒嗓，就算出道已久依然造成广大观众回响。今天8号节目组在微博上传形象照花絮，画面中见汪峰与李瑞拿着假鞭炮，两人边拍边演，十分逗趣。照了。